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仁豪。首先非常感谢第九届文荣奖所有的评委们给予我的认可和这个鼓励，同时也非常感谢横滨影视城的一路陪伴。其次是感谢所有剧组里面，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的所有伙伴们。最后还是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观众和我的粉丝们，对，然后谢谢大家。希望今后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一些优秀的青年演员们。谢谢。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，因为上一次拿奖本来是以歌手的演员，这一次是以演员的身份拿这个。其实作为一个演员，能够被观众看见，能够被认知到认可再到认同，我觉得我们都是幸运的，所以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些新演员，也希望多多的支持我们这些优秀的演员。